360度旋转换手扣篮，不仅全场都给十分，就连对手也甘拜下风。美国大学篮球灌篮大赛，德州农工大学的优良在校生 Joseph Kilgore 可是把 NBA 传奇球星的灌篮动作模仿得如出一辙。And here is Vince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。当年 Vince Carter 经典的灌篮落地之后站得四平八稳，被这小毛头一学有身孕，但落地有待加强。不过就算如此，这成绩已经让在场评审直接把冠军奖杯颁给了他。我们都会提醒人家不要走路滑手机，但这小连郎居然是边灌篮边滑手机。不打紧还自拍，这个单手抛球后的大鹏展翅让前 NBA 球星 Nate Robinson 也兴奋得不得了。大学篮球之所以好看，就是因为球员们个个都爱豁出去。身高177公分的后卫也能灌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只要跳够高就没问题。慢动作看看，来自 Talbot College 的球员虽然赢得同样也是矮出名的 Nate Robinson 击掌鼓励，但可惜冠军只有一个。无论如何，大学灌篮大赛有这种水平，十分让人期待。这些灌篮高手进军 NBA 后，势必会让全明星周可看度再升一级。三立新闻邓报道。